捌捌有出来，啊，都十万啊啦，啊，这个，啊，你个，啊，你个，往一个红的个眼光啊来看咱的家庭，看咱的社会，看咱个，清清楚楚嘿。嘿，啊，你爱看，你安对我鼓励足大呢。正经我来讲，吼，我有病人会甲我讲，哦，我真个看你小时候，我就感觉讲，比因遐一般的人去甲我鼓励搁较大。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少嘛，无你甲我讲。 今仔日约我来，讲要看者哦，遐大个呢。万年，地，嗯。温暖，温暖。歪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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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较出来。啊，感情。啊，我黄昏吼。嘿啊。迄个车咧吼。嘿。我看伊有一种车辆安尼吼，是怎样乱整？你家己解释过呢？哦，这足难定的，真正会晓欣赏，足多谢你。我讲，哎，你较早就好叫我来，啊，你我就较少在过来。你去，我去你上黄村，节目那个，节目，节目那个叫啥子？沈春华的节目。啊，沈春华节目叫有家访问，哦，你也有看哦。跟你联络，哎，因为哦，嗯，我知影讲我，好多啊，安尼哦。你的书我已经读完了吼，对，我是讲我遐的书，他唔知要安怎处理才好，是要行李也好，也是要关起哦图书馆，嗯，喏，安尼你啊到，好，到迄落啊到想一个办法，啊你个名甲签落去，嗯，吼，也咱的进入图书馆，啊有够较侪人讲啊，这个关先生推荐的。我讲比大学甲我推荐，我感觉佫较有意思。是啥？你今仔日讲希望我来，唔是麻烦我呢？我哪会遮尼福气啊？会当互受你肯定吼？莫正经的啦！我本来那迄四五年啊，拢咧做别项代志。我想讲，啊，我嘛七十六岁啊吼，爱小放者来写小说，业务准备较袂遐重。啊，无当走来走去，我嘛真忝的。哦，你今日甲。点化咧，那完出名，你都爱写写出来，你讲你母母遐话，互人去感动，嘿，感动真的，唔免去用文学的理论，那有那有一般的正常人的典型，向你拍片，你无啊，甲变甲有哩啦，嗯嗯，啊人嘛是甲千万个故事拢有关系呢，有超人，有超人啊，嘿，哎，啊我真不相信。罗罗哦，砍金嘛，黄金嘛，嘿，黄金嘛，嘿啊，嘿，后人讲哦，头先砍嘛，后人讲，迄只勇敢的敢吼，啊，也较是是砍，迄个人真空砍，会砍。你才五十六岁尔呢？对啊。我七十六岁呢，我加你二十岁呢。啊，鼓励就是我要搁写落对无？你这旧的拢甲我看，你后来我无新，我这新的写落，啊，你都爱来看，啊，咱再过来谈。好。嗯。哎，搁一项要问你，方老师，一项要问你，讲你有一篇写一篇，讲迄，咱罗东五大市场对面的巷仔里底饼真好食，啊，毋过总找无。哈哈哈！我讲哦，有影有影有影，迄号做素饼啦，吼，素饼是八月十五，啊，我这阵呢，我签名啊。关先生再来签名哦，由他来推荐，我觉得比大学教授、文人伊教授甲推荐搁较好。走去台顶，那是你哦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啊，哎呦啊，哎，后来加板仙呐，嘿。哦，啊，因为伊爱看，你马上变成。你讲你，你讲你若八字好成功哦，水平较粗，你无咧，你安尼甲讲。对啊。我的好朋友啦，但是伊是跟我实在是邀过小朋友。你暂时休困者，唔，你安尼讲话来。就怀疑今仔精神特别好啊。特别好吼，我嘛较好个，讲话较大声哩话。哎，嘛咧，结果大学生都拢看无我。想袂不见。那依然啦，全台湾这边啊都好啦。我拢大家食饱未啦？我倒食饭啊，那真系。嘿啊，嘴甜嘴意拢无去啊。
因为你若，因为你若唔知路就甲问，迄个人煞佫带你去的。当然你甲问，就讲这个什么诈骗集团，你去搞啥货？我酒驾路你，甲你看。嘿啊！啊，你若拜拜，你全拢拜，唔拜你咧？人家娶人家，你哪会拜咧？唔拜，较早。都差尔啦。哦，我比这受人尊敬的，这唔是讲看外形尊敬。作为一个一般老百姓，肯安尼读。你名简，不是消息，这个不是消息，真的很让人感动的事情。白忙之间来讲话，也你心慌心乱。人家迄啰，衣衫啦，我安尼哦，头壳歹去。我有好感动，感动我唔知要讲啥，我都袂晓讲。那不是讲，那个当然是会哈。你也变成老师书。Thank you.